在设计上的表现是希望能够传达一种年轻有活力，因为是四大运，所以希望能够有朝气，然后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然后希望把那个速度跟效率表现在这个设计上。其实那个图腾是从北字，就是我们那个台北市的那个北字，去变化出来一种速度的流畅的速度感，然后变成印花的表现。所以这个是我希望给四大运的这些运动员的一个算是穿在身上一个战袍，然后或者是一个期许，他们能够有年轻有朝气，然后有活力，充满希望。这次世大运圣火队队员们的服装呢，所有的评审老师们都非常的谨慎，务必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能够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呢，其实它必须不光是代表了自己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元素，同时呢，也希望是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它的这种时尚运动的一种风潮。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用了咖啡沙，因为台湾其实在机能布料是在世界上很有名，所以我们这次跟新彩合作，希望把这个咖啡沙的技术应用在我们的运动服上。那这个技术其实也是在世足赛指定用的一个面料，所以算是台湾的骄傲。这次我们 S 咖啡环保科技咖啡沙能够运用在四大运的体育赛事上，是我们倍感荣幸的事情。我们跟全世界的选手们一起来享用我们独创的科技专利的产品，能够一起来做环保，一起来把善的循环成为我们全世界的共好。那我们这样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我们的选手得到最好的佳绩，让我们选手更好，让我们台北更好，让我们世界更好。感恩。大家好，我是江宏杰。那今天呢，第一次看到这个服装，然后觉得非常的漂亮，然后也是第一次试穿，然后感觉是非常的适合台湾的代表，然后非常的棒。然后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今天能够到这里来，拍摄这个火炬手的衣服。然后其实也非常期待说，能够在台东，然后穿的这身衣服，然后跑圣火，因为我知道其实圣火对一个能够拿圣火对一个选手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哎，非常好。我今天看到成果，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几乎已经接近我当时设定的表现，包含打板的线条，运动员穿起来的舒适度，还有它的合适度。穿起来还是有时尚感，这个是我很坚持要表现，因为毕竟是一个国际的赛事，我希望它是有点国际视野，然后具有功能性。这次 Jasper 为这个圣火传递员所设计的这一系列的时装，我自己认为它是为过往台湾的运动服装的设计加入了不一样的元素，那甚至在剪裁和款式上面其实都更加的摩登。那我觉得对于整体形象上面来说，这次台湾主办国其实我觉得是蛮加分的。圣火服装的设计与制作扣合着四大运文化、环保与科技的主题，我们希望借由四大运能够向国际展示台湾文化与科技工艺实力。